朋友们，你们认得这个不？这个叫陶盆儿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薄盖儿，薄薄盖盖薄盖儿。你看有点抱歉，你别把人家带偏喽。还薄盖儿，还陶盆儿。我不该说错了吗？我都不是人说的噻，比较大点的叫大薄盖儿。你就是那个大薄盖儿。哎呀，这个川普啊，好大脑壳哟，我都听着都有点恼火了。行了，哎，你这还要不要了？啥东西嘛？哦，男的，而且快点，车都没车，是真的噻。那我们把你上去。人家那个是拿在厕所头去装衣服的，你把个女儿领着来咋办？装啥子？你上装哪儿了？这个男的还下班，有些下班回家的时候要把裤子脱了放在冰箱头。懂不懂？我咋叫冷酷？不是一天吃还吃得多刁哎，还吃点菜，这天要吃红烧狮子头还行。摘成肉末，把肉摘成颗粒过后，把这个姜葱加进去和着摘。好，这个肉摘成这种还有一点的细小颗粒就可以了。要再切点配菜在里头，吃起就没得那腻的。喜欢吃啥子都可以加啥子。我加了点狗胡萝卜跟着香菇，再把这香菇那些切成细颗颗就可以了。小工，你出来看看，包子屋收拾得干不干净？哎呀，你弄的我跟你说，互相看看就很干净了。下次继续哈。人家别个都说了了嘛，喜欢做家务的男的最帅了。这个5块钱两根，3块钱银耳汤不要了。我快笑了。这个肉切出来的是活的一头。如果再还得把调料给加起，有点蚝油，一点酱油。包大哥。好。你给我拿几个鸡蛋进来好吗？还再把它和匀。对，你看看我这个热，这依然全部打湿啊！哎，夏天湿弄着的，给那几个鸡蛋，给再来点豆粉，这儿再把这些全部的和转。对，这肉和那种热得些坨坨就要的呀。包大哥，你得不得空帮我烧下火？我得空，还没收拾完。我说那呀，都有。这丸子对那个油温的要求很高，不要那热的油。好，包大哥啦，今天有多热，就不要拿手了。他戴着手套搓丸子，在这手套高头抹滴点油，这油差不多了，就可以下丸子了。现在是炸呀，烧点一锅了，这小火慢慢的给炸，炸得两面金黄的就可以了，捞出来。小包，啊，像我这郑大哥家的，你今儿吃到了几个？至少2个7。锅留底油。再下姜葱、香叶儿8个，再放点儿花椒、干黑椒。那料炒香过后，加点酱油，加点点老抽，加点清水，把这料汁熬了，熬到了就把这渣渣漏啊啦。这炸好了丸子放进去煮起，再煮10个。这汤汁煮的差不多了，就把丸子捞出来。这再这样子煮一下的话，吃起要放心一点，因为太大个了，怕那里头没有炸得好。再放几颗枸杞，然后给个芡，再把这汁儿淋在高头。哇，再来点葱花儿。耶，你现在收拾得多干净，吃完喽。哦，有味儿了。妈，你怎么就耍水，喊不起进来呀？那我哪会进去吃？这个猪肉坨坨有点大，是不？这个有名字的红烧狮子头，看你吃不吃得完两个。吃不完。那我要分一个嘛。要嘞。我一个也吃不完。是吃不完，太大了。对，蘸一下这个汁儿。要嘞。炖的多鲜。里头黄狗的，黄狗花萝卜。吃下这个狮子头，再喝下稀饭，都是豆子。年老汉儿又吃点火了，他们家和伙子家老汉儿的口味嘞。这么随便吃两种嘛？这钱有我这样子吗？这个油锅子你2块钱不是买不到不？这下午我带小妹儿去摆下摊摊儿，摊儿烤上没了，然后他的身份证也回来了，人家的西安之旅还没给人家安排。你弄啊，我一般不能忙。你要给我拖好东西噻，我下午想带他在那个意外水间那儿弄我先。
要得，等会儿我给他拖去寄，就是说实话，卖的就跟耗残，还不够友情。哎呀，他老伙儿他去的哈嘛。就是第一个投资项目，第二个投资项目，哎，又来了。第二个还有第二个。